bar mitzvah.你的棒棒奶茶，谢谢，买到了。我永远叫你的。啊，对对。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要去一家便宜的连锁的，很多很多大学都可以看得到的。反应奖，很配合哎、欸。能这个吃这么一个，我就等。你是 DI？ 在跳舞。然后什么？我刚好拍上面，你拍上面了。我们要喝那些乐器，还有很多的选择。是有 coupon 的，我已经累积喝了这么多次了。看你砸了多少钱？才两杯，我说可以得到一杯，得到一杯。我两次喜欢，赞赞。它的奶茶，我觉得跟台湾的有像，跟台湾有像，奶茶跟台湾的有像。那珍珠呢？珍珠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口感很 OK， 但是吃起来就是没什么味道。哦，珍珠是白开水煮的这概念。好，来换这边。好。我觉得已经跟奶油度已经跟台湾的很像。所以你觉得奶茶方面，奶茶也可以。珍珠方面，珍珠就是果硬，就是软硬适中。假设一到五颗星的话，你会给几颗星？整体。
3.5，3.5，4，4，好，蛮高的，对啊，我觉得蛮高的。好，那这边先到这里，接下来换，我就忘了他的名字了。阿玛斯比，阿玛斯比，只有一个人记得。阿玛斯比，老家。喝奶茶，喝就是可以喝出来有一点点香精的味道，香精。它奶茶其实可以选，然后它的珍珠比较有甜味，跟这个前面 YY 比起来，对，比较有甜味。对，好。这我不喜欢。哇，我不喜欢这个奶茶的味道。奶茶，因为这个奶茶就是台湾感觉不会有这个味道的奶茶。珍珠口感我比较喜欢 YY， 可是味道这个比较好吃。珍珠体系来说一到五颗星，两颗因为我不喜欢。3.5。哦，那现在看到 YY 略胜一筹哎。万众瞩目，万众瞩目啊！在台湾已经毁了的品牌。我真的超爱贡茶，热爱贡茶。就我感觉。但是这三个的甜度是一样吗？甜度一样，都是50、50、50。但是我总觉得贡茶的甜度略甜一点，所以贡茶比较甜一点。对，茶奶茶比较甜。对，那珍珠呢？珍珠吗？就是中规中矩。中规中矩。中规中矩要怎么翻？完蛋了，中规中矩要怎么翻啊？就是还 OK 的意思。好，还 OK。最喜欢的味道，好甜哦，但太甜。但真的，如果真的要喝到味道跟台湾的最像，我觉得是贡茶。真的吗？就觉得就是这个的味道跟台湾的最像。那珍珠呢？珍珠是好吃的，就是真的台湾珍珠的感觉。就是有味道，然后又很 Q。对啊，三个里面它是最 Q 的。好，那。你叫五颗星给你，五颗星，你啊，4.5，4.5，因为它太甜，贡茶，我脑粉，对，3.5，3.5，哦，你的阿玛斯冰跟贡茶一样，对 ，YY 最高哎，在我心目中，只要是真奶我都爱，有失公正性，对啊，有失公正性，真奶脑粉，好，这个是台湾的，在成均馆附近的台湾有卖台湾的真奶。宏大的台湾夜市是我们下次的目标。你们好难搞哦！你现在说你总要讲出对啊，